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，解文说理。阁将啊，就你开讲讲，我顶两日啊去一个知己的好朋友遐坐，结果伊吼食饱伤闲，抓一尾虫来咬，煞毋知影都已经有女朋友啊，外口阁咧交。我真甲笑，讲你安尼毋着咧走私，讲着即句走私，毋是表面上台湾话解说的意思哦。我知影走私日本时代讲，我说走水就是无扣税金，偷偷啊载入来卖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呐，走私这两字讲伫咧感情，咱嘛知，牵想你嘛知啦，已经某娶落呀，翁嫁落呀，外口搁咧交，安尼就是叫做走私啦。啊，这个知己的朋友啦，伊甲应啦，伊讲国情啊，卖讲我走私啦，我吼大你的岁，搁大你的辈，我加你一七年呢。我已经老船长啊，我无咧行船啦。同款，即句行船表面上离话解说，坐伫咧船顶爱食行船药啊，若无会吐。结果面对感情时讲行船，真简单，就是讲我已经有女朋友啊，我外口面若撞到迄个较水的查某囡仔，我嘛袂行船，无影亲像你所讲的招数。啊，无影无影，你敢咧想甲油头革面？哦，我甲吐。我甲讲讲吼，我看吼，你若阁安尼执迷不悟，你若阁安尼吼，感情愈聊愈深，袂晓打动的时阵，莫讲小弟啊，甲你洗面，连恁某都会变面。哈，讲到这句洗面，这原来不是表面俚语解说的意思哦。我知咧国情啊，啊，着面巾摕来着洗面啊。洗面的意思就是讲共漏开、共口洗，甚至讲共糟蹋，互你面无底去牙。不是干那国政啊，甲你洗面尔，吼、哦，讲到这句洗面的洗，就是国政头拄啊讲口洗的洗，不是真正提面部来洗啦。连恁某吼，我甲你洗面以外，恁某知影消息，阁会变面。结果吼、哦，我这个知己的假言，讲国政啊，莫讲阮某啦。你敢唔知影我？你安那？我假做的呢？假做的这两字，我那不是表面俚语解说的意思，咱知影，咱知影讲哪？比赛运动比赛内底，职业的就是假做的，业余的就是一做的。啊，不过即卖社会上咧讲的意思，假做的人解释就是讲，我无咧惊某的，安尼叫做假做的啦。各种今日所讲这个短短的故事，这我编出来，这无影哈。不过我特别要招你探讨，就是讲，有真侪台湾话，唔是表面上文字解释的意思，咱都要想好深，才会当体会伊的用意甲内涵。